新域会员的待遇咱也算是享受到了一部分，白嫖隐藏福利时添加的新小易福利官居然给小花发来了新域会员才能拿到的更新爆料。怎么白嫖隐藏福利你们自己进群看吧，私聊实在是太多了。来看更新公告，首先是欢聚时刻，这个一定要做，每天白嫖两个血清，星河恋曲血缘入名，双典藏返场，朱梅返场，行动特权卡打副本双倍组件98解锁，当然打精英本血清也是双倍，载机增加了总览功能，大佬更容易展示他的豪车了，自动瞄准更新，辅助瞄准更优先的锁定头部和弱点，前提是对抗怪物时对人不生效，战术装备可以同时配备5个，而且自由切换，这个好评，什么时候优化一下特训战场呀。